咋的了？这都开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老四，你有病啊你呀、啊！你疯了你呀、啊！你让我死吧！不是 你干什么？这是咋的？这咋的了？媳妇儿，咋的了？你这啊！庆龙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这是啊？咋的了？这是问谁呢？问我出啥事了？啊！不会装。不装多好，你俩呀不当演员呐，下那材料了。不是这因啥怎么的了？这是你把你家刘能老怀了啊？这多大型号啊？这多大型号啊？我啥呀？不是姓吴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！啊，我啥呀妈？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啥时候没过去吗？哎呀我的妈呀！你可别说了！哎呀我的妈呀！我不想跟你发这个，亲我啊！我啥也别说了，我白对你好了，拉倒吧！你下楼挺黑呀，拉倒，我啥也别说。媳妇儿，你把锁打开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媳妇儿，我吧，刚才看不是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说啊。我吧正看电视节目，我要上相亲，这功夫吧秘密就出来了，我吧就看直眼了，看着看着就困了，就一觉就蒙过去了，就睡着。啥话都不会讲，看着秘密你能睡觉啊？懂你啊？秘密家没要我啊？你撒谎是不是？啊，困着了家吗？啊，家大门出门看你不知道吗你？那困急眼了还啥门不门的？撒谎，撒谎是吧？媳妇儿，老四，你听亲家说没？他搁那嘎看电视，你非得逼着我说让我陪他来看电视，不你让我来陪他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说了，我让你陪他看电视，我也没让你陪他睡觉啊！我跟你说哈，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这是，你是不是想逼我说我跟刘能有事了？是不是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好，你不是让我说吗？我跟他就有事了，来，亲家，来，有事了，来，咱俩就有事了，有事了，来，这还有事儿想去，哎呀，就有事了，咋的？这有事了，怎么的？还让我活不活了？让我死吧，刘能啊，我跟你同归于尽呐，同归于尽，你别老往我身上跪，就进呐。我不管你在，我踢你，我呀，谢谢。